你要怎么查？出了事情要你去查，还要我经纪人干什么？放心吧，我会帮你查清楚的。从我带你到现在这么多年，你竟然一个人在我眼皮子底下偷偷的治病，也不跟我吐半个字。绯闻的事儿你放心吧，我会处理。你别瞎想了，好好在家休息吧。为什么还是你带我？你不是老嫌我麻烦吗？你这麻烦呀，就砸我手里。 这么多年了，他一直把你当亲弟弟一样照顾，而你却一直在给他惹麻烦。你身上背负了太多不属于你的东西，所以这一次，该你站在他的面前了，重新做回你自己。你还在担心佑之琪的事儿啊？ 我只是在想，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到他？你能怎么帮到他？太难了，成明，这种事情连悠悠都没有办法解决。喂，悠悠姐，我想跟您见一面，我有些事儿想要跟您当面谈。好。 艾米，我先走了啊。嗯。悠悠姐，你还记得你之前想签我的事儿吗？嗯。那你现在还想签我吗？我之前为了签你费了不少心思啊！你现在跟我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是想。 如果可行的话，我愿意签给公司10年，来抵偿佑之琪的解约和他要赔偿的巨额违约金。这10年我一定会努力赚钱，公司给我安排的工作我一定认认真真完成。所以你是为了佑之琪才跟我提出签约的？嗯。那他知道吗？我还没跟他说。陈明，10年。 一个人的事情，你需要回去先跟佑之琪商量一下，等达成了共识，我们再往下谈，怎么样？喂，佑之琪，我现在在你家楼下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还好吧？你进来说吧。 尤之奇，我从网上看到你因为之前的事情欠了一大笔违约金，所以呢？我想签给悠悠，这样的话，我可以跟你一起还债，我可以陪你一起承担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我喜欢你。 陈明，现在的我一无所有，甚至还欠了一屁股的违约金。你到底还喜欢我什么？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，所以不管你发生什么，我都愿意和你一起，陪你一起度过难关。我懂了，但我一定不会让你陪我一起吃苦。等我处理完这件事情。
我一定给你个答案。